操盘战将。大家好，收看操盘战将。这个吗？事出必有因，大家都知道了。八月二十一号到二十四号，你们看我节目，我一直跟各位聊，我一直跟各位提醒，哎，好像是我是他们的代言人啊，一直帮各位，就是帮他们在推销。不过，来。2024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哪里办？中国北京。什么时候？8月21号到25号。我们是21号到24号，他从8月21号到25号。哎，我们撞起耶，干嘛？两岸一家亲哦，啊，尬顶哦。北京在办，台北也在办，两个都是二十一号。这是台湾，这是中国北京，要办2024世界机器人大会，你知道吗？来放大一下，有大会，他们有大会论坛，有机器人的博览会，还有世界机器人的大赛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把各家的一些企业公司，你们所生产的机器人，发明的机器人，大家一起同台竞赛，看哪一个机器人比较好哦，行动比较方便，或是有什么样的创新。我到他们的网站上仔细去看了一下，我只有一句话，各位，来，这只股票我昨天给你的，我昨天给大家的，我放在那里面。你昨天没有来拿的，你忘记了，你忽略了。我告诉你，我放在那里面，你赶快去索取，不要等我公开涨停板，隔天再去追。甚至哪一天他会像罗森这样，我不知道会不会，我不晓得他会不会啦。万一他跟罗森一样也是这样 ，I don't know， 我不知道，但是会不会发生？万一会呢？那你这两天，今天8月14号，明天15号、16号，各位，快，你还有机会，还有时间去布局卡位啊！欸，各位，你不要等到哪一天它真的跳空涨停板的时候，这只股票也跳空涨停板的时候，哦，老师，我买不到了，我放在那里面，我放在这边，还没加烂的赶快加烂。有加赖的，是我赖群组的朋友们，赶快去索取这支。喂啊！好，再回到他。清俊无话可说。当大盘这一波拉回四五千点的时候，这支股票已经越过前波高点了。也就是说，你拿到我这支股票，你打电话进来拿我这支股票，你看我节目去买的这支股票，不管大盘跌多少，今天全部都让你解套兼获利，不管你套在哪一天。
为什么？为什么现在这阵子现在的盘面上有两个族群，它是非常的逆势抗跌，甚至它很叛股哦，它很背股啦，就是很叛逆啦。不管大盘怎么跌哦，大盘这波拉回来四五千点，这两个族群它的姿态很高，然后很骄傲，它里面的人非常厉害，去控制他们的一个股价，不要让它大跌，不要让它技术型那个形态整个破坏掉。没有，一个就是机器人，另外一个产业就是 CoWAS 的股票。这是 CoWAS 的股票，宏硕今天再创波段新高，大盘还没有过高，它已经过高了。你闻到了什么？你看到了什么？你有没有体会到一种情境？你现在的选的买，你要买的股票，要买比大盘要来的强，而且有筹码力量在。我一直跟各位讲，我操作股票，我要买股票，我要买有筹码力量的。他们是庄家，他说了算，就算大盘拉回来，我还是有办法给你控制在这里，控制你的跌幅，等到平静，等到回稳的时候，再慢慢的给你拉上去，再创波段新高，再走它该有的一个上涨的轨道。你现在要买的股票就是要买这一种。我现在已经跟你讲了，最近的 IC 应该说 AI 的一个晶片啊，或是 AI 的散热，或是 AI 的伺服器，或是 AI 的组装，哦，我老实说，或是 AI 的 PC、AI 的手机，他们这几个族群都没有 CoWAS 跟机器人的哦，这两个族群要来的强，没有。他们有的磨，你要很有耐心。但是我的建议是，各位，既然形势比人强，现在盘面上告诉你比大盘要来强，还能够创新高的就这两个族群，那你为什么不买呢？你为什么不买？你为什么不换过来呢？一个 CoWAS 的，一个机器人，就这两个族群啊，很现实的问题啊。那你还要再抱着那些不会涨的股票，然后一直等待？为什么，各位？为什么你赚不到大钱？为什么你赚不到大钱？对，你有你的想法，你有你的意见，我尊重。就像今天大盘大涨了230点，各位，涨了多少？230点。我记得我在我的节目里面，我也跟各位说啊，人气我取，当时大盘在这里，8月5号这一天跌了1807点，未来你会大赚。你没有相信我，你没给我回馈，我看到你的回应了，你给我的是冷漠跟冷淡，没有关系。8月6号隔一天，我再讲，大盘见低了，见低了，各位，这天见低了，8月6号见低了。见低了，波段行情开始了，没有？你否定，你否认，你排斥，你拒绝，你没跟在庆军身边。也许别的分析师在安慰你，也许你在找同温层，那无济于事，那帮不了你。各位，我有一个办法，就是你要买我的股票，你要来拿我的股票，我的股票可以帮你。我的股票可以保护你，这就是刘清俊刘老师的股票。清俊的股票就是这么强，清俊的股票就是这么飙。我问你啊，我问各位一个问题，你想不想赚这种股票？我知道你想翻身，你想把先前亏掉的套牢的赚回来，或者是在最短时间能够赚到最多的钱。各位，你要买这一种股票，可是你找得到吗？以根据先前我选股的一个方式，你有在看我的节目，你也知道我的股票是怎么涨的，我都示范给你看，我在电视上开诚布公，公开的跟你讲我的股票是怎么飙的，
但是你要来拿，你要来拿我的股票，就像这一支，你要来打电话来要，或在那里面来索取。你看我这几支的股票有没有帮到你？有没有让你赚钱？我跟你讲，进去还有啊，我还有别的股票要给你啊，我还有别的股票要给你啊。但是前提是什么？我觉得我必须要先化解你的疑虑，因为你到目前为止你一直没有信心，你拿不定主意，你还是认为这个盘现在今天有人跟你讲是反弹。各位，昨天我看到了美国公布生产者物价指数降温了，通膨放缓了，那 FED 它更有理由，更有底气在下个月九月份要去降息了。各位，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股市道琼昨天大涨啊，它涨408点啊，纳斯达费城半导体，我认为最厉害就是 S&P 500啊，已经站回所有均线之上了啊。道琼科技股指数还没有，道琼只剩下月线了。台北股市今天差一点，这里面到反压，均线有反压，但是我跟你讲，关关难过关关过，台北股市紧紧涨，台北股市一波到底。你认为是压力，我知道。昨天我跟你讲量不够，量不足，所以很多人都是反应。可是今天出量了、啊，但是很多人还想说，还在跟我讲说，老师，我要看，我要打第二只脚。你打第二只脚，那台积电就要拉回来了、啊，台积电就要大跌啊。台积电奇怪，台积电为什么要大跌？我的股票干嘛要大跌？我的股票为什么要大跌？台积电找到利空的理由嘛？要是涨太多了，可是它明年的 EPS、后年 EPS 还是很好啊。各位不要忘记，它要涨价了，它要涨价了，它是庄家。我不管你是超伟，我不管你是辉达，哦，我不管你是高通还是苹果，你只有求于台积电，不是台积电求你，是你们要跟台积电下订单啊，你们要排队啊。你们要有顺序啊，自己去瞧，自己去瞧，你知道吗？也许你出的价格，如果就好像拍卖会一样，如果你的价格高，台积电优先帮你制作订单啊，我先帮你做晶片啊，真的。台积电要涨价了，然后半导体这一块、AI 这一块，未来需求还是很旺，我看不出来台积电还要再拉回大跌的一个理由啊。那这一波的拉回，那就是因为日元的关系嘛，日本央行升值，所以哎，更正，日本央行升息，日元的升值，所以导致日元套利交易不断的平仓，不断从世界各国抽回资金，结果日本股市大跌，台北股市也大跌，大跌的关系台积电也跟着大跌，但是台积电跌完了，你要让它拉回来不太可能了、啊，因为没有理由，没有理由，所以台积电未来就是轻轻涨，慢慢的横盘或是往上，最终回来。你听懂我意思吗？各位，我再跟你讲一件事情啊，通膨减缓了，美国的经济，你有没有觉得最近美国股市开始在回稳了，可是然后往上大涨当中，昨天纳斯达涨很多、欸、一口气涨了407点，费城半导体涨198点，涨幅都很大。为什么？因为最坏的状况已经过去了，最坏的状况已经过去了。日本央行说不会升息，不会升息了。然后回到我们台湾，我们台湾的出口没有变嘛，很好啊。外销订单继续啊，景气还是红灯啊，台积电也是这么讲啊。那为什么你要看坏台北股市呢？很简单，信心，然后技术面操作，你们基本面都不管哎、欸，你们成长未来成长性都不看了，那你们可以去放空啊。我 OK 啊，我没有关系，
你们可以去放空，甚至放空我的股票都可以啊，欢迎啊，真的欢迎啊。I don't care， 我不在意。如果你们要去空我的股票 ，OK， 真的，大家各凭本事嘛。那以后被嘎上去，你就不要在那边后悔啊。各位，罗森，8374的罗森，今天直接跳空，跳空哎、欸，哦，真的太强了。各位，你看看，他前两天还开高走，我跟你讲，今天的很多的机器人股票也是开高走低。利多出尽了吗？没有，没有利多出尽，因为那一天很多人跟我讲利多出尽，结果呢4562银行也是啊，老师利多出尽了，大跌了，要赶快跑了，结果呢8374罗森今天一架到底，直接跳空涨停板。各位，我现在跟你讲一件事情，未来有不少股票会像罗森这样，一开盘就直接跳空了。在你找不到理由的时候，在你觉得说很意外、不明就里的时候，他就给你突然跳空涨停板。我讲的，你可以期待。这一支要让你失去的一次要回来，我知道电视机前面的你，或在看我节目的你，你先前受伤了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你想买一档好的股票，把先前的股票亏掉的、赔掉的、停损的给它赚回来。各位，让我来，这一支要让你失去的一次要回来。我不知道我这句话有没有说服力啊？可是我上次在跟你讲这支股票的时候，我记得我开牌，大家都看到的价位，大家都看到它的价位。我说这支股票会让你失去的一次要回来，可是，在那个当下，很多人都不相信哎、欸，很多人都不信我哎、欸，哎，你知道我那天开牌的时候，有人跟我讲说这支股票不可能，老师太夸张了，不可能。你知道我公开的价位多少钱吗 ？VCR 导播，这个股票涨停板76.4，今天101了，也是开高走低。今天有不少股票开高走低，那是假的，那是要洗盘。那是要甩叫，我就直接讲出来了。因为在那里面很多人问我，所以我透过我的节目，我就跟你讲，那是 gay， 那是假，那是在震荡洗盘间甩叫。你不要傻了，哎呦，我骗你干嘛啦？不是，是这样吗？哦，啊，开高走低，打下来，我跌好多啊，然后呢？然后呢？然后呢？哎、欸，这我的股票呢？这外国票呢？难道我不懂吗？里面人现在想什么，我会不知道吗？今天站上收盘新高了，各位啊！当你觉得说，哦，老师，你看爆量57000多张，开高走低，完蛋了。各位，18000就给你锁在涨停板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问你，为什么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哎，这一天58000哎，将近58000张哎，开高走低也全部套牢哎，结果18000就给你锁住了。你听懂我意思吗？我写的对不对？请指教。再来一次，高了几倍，而且他是下一支的罗森，哇，惊死人！今天跳空涨停板，真的，看来好玩了。你知道吗？在北京，
我先举北京为例子，我这次看他们来，全世界很多在做机器人的都来到了北京，当然我知道 也有不少会来台湾，各位啊，真的一起办全球瞩目的大事，北京8月21号要办世界机器人，台湾8月21号要办台湾机器人，那有没有错？在尬场，各位，为什么我们要办机？我们怎么不办晶片展？我们怎么不办电动车展呢？啊？我们怎么不办面板展呢？或办手机展呢？或办通讯展呢？我们怎么不办这些展览？怎么去办机器人展呢？方向出来了没有？方向出来了没有？各位，我讲了吗？AI 浪发展浪下一波是什么？新一波是什么？不是 PC， 不是手机，不是电动车，是这个嘛？所以，马斯克、特斯拉、NVIDIA 黄仁勋很清楚了。我跟你讲啊，你以为哦，哎，有好几天呢，里面会发生什么事情？会讲到什么东西？黄仁勋还没来台湾，你都还没听到黄仁勋的谈话，你都还没看到黄仁勋来台湾。罗森跳空涨停板，罗森跳空涨停板，来，下一支是谁？下一支是谁？啊，下一支是谁？奥吉基，各位啊，这样都过关了，有没有？哇，老师好丑，开高走低，这样都过关了。我跟你讲，这就是机器人。机器人的股票就是有这个本事，机器人的股票就是有这个能耐。只能说，我只有一句话，小心这一次跟罗森一样跳空涨停板。来，我电话跟你讲是哪一支，我电话跟你讲是哪一支，我静悄悄的，我安静的、哦、我很低调的告诉你，电话中我小声跟你说，下一支罗森就是这支股票，就是它，股民代号，我跟你讲，我小声跟你讲，明天你自己哦。等到有一天，如果我又对的话，哇，那不得了！如果又被我说中的话，今天打电话，我电话告诉你他是谁，股民代号，一次跟你讲。下一支罗森来电送给你，进广告。迈向20000点新时代，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迈向20000点新时代，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惊喜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。相信看全球财经台，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：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，
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，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操盘战将，台币升值，好多钱又进来了。各位，这一支我放在LINE里面，你赶快拿。叫机器人的股票都很强，都很会标。标题有机器人的股票都很强，记住，赶快，这个我放在LINE里面。另外，这一支股票，下一支罗森，今天跳空涨停板。这边的人在问我说：“老师要不要？”我说：“已经锁住了，干嘛卖？不要卖啦！卖干什么？都涨停锁住了，卖什么？”老师，下一只是谁？这里啦，这啦，来打电话进来，电话告诉你，我电话跟你讲是哪一只。哦，电话接通，跟你讲是哪一只，讲完挂掉，哦，节省大家的时间。下一只的罗森，各位注意，哦，小心哦，小心哦。小心哦，打电话，这支股票送给你，明天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